长江下游呢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，每天的船舶流量呢大概在1500艘。那么因为这个航道过于繁忙以后呢，四行长回来以后呢，必然他会占据其他正常航行船舶的这个航路。那么长江近江端这段航道非常弯曲。今天呢，我们从上午的这个9点钟开始，就控制所有的船舖出港，同时呢，安排了6条海巡艇分阶段呢进行查控布控。